啊，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我那个啊？那个火龙的那个吗？对啊，有啊。我就是那个啊，要打那个蜜蜂就被他捉到那个啊。你那个有啊，我看了好几次。他把你嘟下来，我说打屁。而且他是已经戳下去之后，然后你走过去，是这样吗？是啊。哇，对耶，刚刚怎么没有黄奕？还要强调你很蠢。没有，那个流畅度大概就跟我按三角形出来，然后才看到 HT 开龙井差不多。没有，我觉得那个就纯粹是你是收，干你娘！每次都是你跑过来，很夸张。哦。哎，我没事。我来啦！啊，死了！死了！走快！直接在空中死。咪咪啊！郭某，你是你啊？啥玩意？彪嘞！哎，我要骑。好，拜。哦，没有那冲不要打我，干我也没有，救命啊！哎、欸，怎样？我挖到预言石，好。哎、欸，第二颗预言石，可以哦，很预哦。他怎么就想到那个穿心爱心？他小啦，可爱的冰豺狼。是，哦，画起来好像屁股。S S O， 没有后了 ，S 而已。这么强的，是有多想要后啦 ？S， 再是古龙种。龙种吧，是。哒哒。那个好友之证那个吗？还是要？好友之证可以。我想说，我的诗套剩一次。可以啊，欸、那就打、啊。哎、欸，那可以帮我打一七五的的。什么一七五的的？解放烟筒吗？可以啊。接啊！等一下，找一下。我今天是打傻了，是钢龙跟雾藏石套。哦，钢龙哦，不打不打。而且在古代是真的是有点麻烦。哦，是达人烟筒啊。那我打过哦，钢龙真的很烦。都用错，撤甲撤死他就是。不要进错啊！好、哦。那我要先去套一下那个，那叫车甲。咱们一起撤。哎、欸，你新的侧甲是狮，金狮的吗？金狮的。哦，我做出来吗？可以吧？做吗？应该可以吧？哦，有啦，我做出来了。我没有挑战你。来去练练看啦。换无伤吧，那个挑战换无伤吧。不然你也可以跳，变成我这控场的。我只有控场一套。KO。破坏 KO 一体，还有体力赛。我这个是挑战没错，然后另外一套的。这一套我完全没有配掉。哎、欸，那你贴给我好了，我用 KO 神打。好，我贴一下。
现在相簿吗？还是？对啊。对，可以。私讯也可以啊。那我就可以。他发发狂文，对的。哒哒哒哒哒哒。刚刚会有。啊，手是手是那个焊铁臂，就争取啊，取决吧，可以换掉也没关系。手势啊，那个可以换别的，没差了。好，看你要保密一点，就转接保密的东西。因为那是因为我有，所以才多加上去。因为中午的攻击手是很难发的，太挑时机了。对呀、啊，那这样腿我可以换一个。可以啊。这套配下去，就算吃光打也可以打到120几。
说我今天有看到资讯说这礼拜会公布两只新魔物、欸、对、啊、而且是 特殊的哦、喔、不知道是哪两只很期待有人说可能是那两只那其原本就有的但我觉得应该是会从世界来的魔物再改一些吧不知道亚种哦不是他说是特殊个体那到亚种啊亚种不一样对都在说什么灵界碎龙的喽什么祭祀子的灵界碎龙是 PC 啊那时候都已经同步啦、啊、所以不分了蛤同步是四月的事啊哦是吗好吧对啊你的资讯跟我们都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同步之后的事好吧所以我也不晓得他是在讲 PC 还是讲 PS4 应该是 PS4 吧我也觉得是 PS4 不过竟然既然金狮子还是免的吧这一版被的金狮子就是过于还变成金了一样不好意思啊改丑快好了没关系啊我在看影片都老了我有好的速度，好的速度。好。我操！我都打完了，你们还没出来啊？还在，我还没进去。哦，我快塞满了。你快塞满了。你重复的是什么意思？嗯，我怕节操没听清楚。有任何疑问，我一律建议提高。告我啊！那不是我说的、啊，告啊！我也只是建议嘛。好的，差不多了。嗯。天啊，我的老婆在挥手了。啊，你老婆谁？不小心进入挥手状态。好。老头。对，我的老婆。她、就是、尽力在挥手。她很卖力的在挥手。对，看我，看我！我按这个、啊，这个都不会按了、啊，白痴！是啊，他挥完了，好的，好的。让几用？白麻蛋的。
可以啊，可是他麻弹装填就记得比较好装。我是除了侧甲以外的子弹都不会打、啊，除非、啊、除非队友带麻痹武器的、啊，不然我不会打他麻弹。对，加一，帮他加速而已。OK， 因为那个很麻烦。你二号那二级的那个麻痹弹要装下，那个、啊、慢慢装。好了，虽然说好，但是你其实不好啊。但是我忘记吃饭啊，吃。我没有强化我的装备。我也没有啊，水辣。看一下这个防御是有多低。哇，八六一，还可以，还比我高三十。好了，去找他了，他在前面。怎么同一个地方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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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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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奈斯有带那个吗？带什么？不懂，因为我没有，或者是你有防音也是可以啊。哎、欸，啊什么？没听到。我说防音啊，或者是你有不中之类的。哦，我有不中啊。那你有防音？耳塞了。中得到吗？可以啊，你往左边拍一下就撞到。哎、欸，大概。可以啊，不中要这颗塞啊，这颗转。我来。哦，他吼这么久，我的胡动一装专起，客户说过都用，都说赞。啊！我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发现我侧甲打我。我一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打一打就突然开一个龙骑，就自己都觉得。后来就习惯了，看到剩一的时候要拉一下。哎、欸，三尾、欸、啊？什么？我被什么东西打？那個、旁边的龙卷风会卷过来啊，各位。有没有？等一下，我要喝水。差点死掉。这时候装填一下。阿莎，哦，受够了。哎呦，打在树上。他为了找我把他们给拍。哎，等等，我也来了，对不起。我也忘记。终极好朋友。会不要犯这种会害队友的错误。发现开龙级也请转个弯好不好？我转弯的、啊，可是我转到、我从右边转到中间、干武，谁手机响？靠呀！手机响，你怎么死了？我没发现我的血。还敢嘴我啊？狗命啊塞！不能，他没有帮你补血，找他、啊。哇，昨天可补他补的辛苦的喽。不是我，忘记看自己血量。Oh my god！ 该死的蒙牙。有。我要吃到毛。毛毛。对。毛毛毛毛。咪咪毛毛，咪咪毛毛，咪咪咪咪的猫毛，咪咪毛毛，咪咪毛毛，
他等下就喂你吃更大的一坨。干嘛？你要吃毛？冲过来直接抓一口塞你嘴巴。又晕了。哦，头一颗这么大。哇！那进切身体会跟着你哦，低能。哎、欸，我发现比防装没有强化更惨的一件事。忘了带水。不，我的武器没有克制。还好啊。还好吧。对啊，但是克制弩枪强化比较惨吧。他克制弩枪吧。我的弩枪没有克制。哦，好，那是蛮惨的。所以我没有防御。是。我就是一个超重的轻弩。啊，换我了。我才刚补完血，死光光，这是还能死，还能死吗、啊？不能死了。我才刚刚吃完秘药而已，我要疯了，队友。不是，我死就算了，另外一个死，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刚吃完秘药就不要吐了，看不起他哦。对。对他撞的掉落物都没捡，啊，这一坨风怎么还在啊？要去，我还咬到舌头，看不到就算了。要进了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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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嘿，干！还可以撞。我没有一装啊，看你们上啊！实在努力啊！啊，他给我飞了，我不敢，给我下来！哦，哦，风压，哎、欸，大哥，我来融合了。没好没下来，我来啦，可爱的头。好快！太多次了，抗性有点大。这个超快速爬起。呵，要吹我这。要死啦！你怎么知道我要死啦？有，感受到了。在练剑气啊！叮！哎，快挂了！啊，风压，你好。哦，有有有。闪！哦，死了！我错，我飞，我躲。叮叮！
是我带坏了江江。以前江江还会喝水的。啊啊啊！我现在还是会喝啊，只是你在我就。我会灌你喝水。你看看你，你养灌他、啊。我真的是。有啦，我现在热爱撒粉啊，可以可以可以，粉比较好，粉比较好。妈宝浆了。而且是，而且是继母。哦，有了，他现在会。会喝水，留着那个会喝奶，不是啦，他先会留着补给用的东西在身上。我换回去吧。可以享用餐厅，我就喜欢你这句话。嗯，戳你鸡鸡，干嘛？想提告我？没有啊。驯龙的胡辣，胡辣，我听不懂啊。甜不辣？甜胡辣吗？对啊，你也可以当胡辣甜啊。我又去买了两盒胡辣，没小啊，一枚小泡芙，对啊，嗯，来啦，他的第二件六折到二月十，哪里啊？美联社 seven 哦，第二件六折哦，对啊，他很久，而且只有巧克力口味才有，赞、欸、口味没有，只有巧克力好吃啊，巧克力滞销是不是？他只有一些。你知道草莓味道还是怪怪的、是啊，还好我没有买。没有啊，我好想吃小泡芙的草莓是怪怪的。我按到愿用键。我只是往旁边。草莓的蛮好吃的、啊。真的吗？真的假的？我觉得牛奶跟巧克力。我只是想说看在哪里、啊。巧克力也不错啊，那个不好吃。我多吃巧克力啊。而且这种是牛奶。我很想尽力。刚还以为他要冲过头。那我下次买草莓的。哎、欸，结果。我觉得你们会不喜欢草莓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那个化学味蛮重的。嗯。你喜欢化学的味道、喔、哦？开玩笑，以后我不知道怎么。他是化学权威。白痴啊！尾巴被我切断了，我还渐渐。所以你会喜欢那个牙膏巧克力哦、喔？哦，不喜欢，好恶。哦，你是指那个挤出来的牙膏那个的吗？对啊，对啊，那个好恶、喔。啊，那个嘞，大波路嘞。大波璃我没吃过哎、欸，说真的，大波璃就是化学啊。大波璃是哪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吗？对啊，现在还有啊，现在 seven 还有啊，冰箱那应该。它就叫大波璃是不是？是啊，很常听到这个名字。它可能有改名，可是那个大波璃名字应该是还在的。Double chocolate， 哇，十块一包哎、欸！三小巧克力啊！怕？哎、欸，没事。差点有事。我放。哎、欸，你们这些没有耐脏的，自己搞一下，别死掉哎、欸！我正在。嗯。等。噔噔，他在吸呀、啊，真吸。好，真空吸。
没有，我笑出来是因为珍惜是一个朋友的名字啊。我哦，真假的真，希望的希吗？对，天理，我可以做第一次啦。真假的真，没希望的希，真的假的？是有差你。说起来感觉有差吗？你是在表真兮兮吗？哎、欸，我没讲啊，干嘛、啊？好吧、哦。虽然另外，虽然跟他在一起，另外一个是蛮没希望的。哇！哎、欸，你确定是一个吗？哎、欸，蛮多个的，不好意思，我抱歉，很多个。我的天哪、啊！我为我的颜值道歉。你的颜值哦、喔，对，我的颜值我也道歉。好、哦，嘿喷平身，谢主隆恩。有没有笛子有精灵加护啊？除了阎王，有吧？鼻子，哎，我找一下，阿斗，然后还有四个洞。啊，那个就难的，你要求很高哦。问一下，问一下，精灵加护，你看那个吧，金火的是哪里吧？再看啦，金火的加护还蛮多的。金火我就没有素材啊。打，我打不要啊！你们都满了。哦，我退出。流斩，流斩有四个洞哎、欸，看一下银色。攻击大，后仰无效。哎、欸，尾巴对啊，对，还尾巴。延长全旋律。两位切割啊，流斩的两位之一的切割者。是。哎、欸，等一下，我怎么拔出去？那个极热净土。不要急着听，难听死。他说你哼的难听死。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危险啊！哎呀，哈什么？你的雪茄抽完了？这怎么可以？再帮他再加一根啊！哎、欸，他就在渔火了，他找不到人，有人卖死了，有人卖死了，可以，拜拜，可以那个，我来了，送，我来了，我的是。堵在一个最讨厌的位置，我就打他的切口了，我受不了了。嗯，要换一根雪茄了，是不是？装一个新的尾巴。哎喷，哎、欸、哦，这次倒了，还敢骗呢、啊？你知道上坡讲讯息要被关的吗？啊，那些被关的到底关了没啊？我不知道哎、欸，你要去问一下大陆政府、啊。对，哦，哎，快死了！我还护头了，我没看到哎、欸，我看到了，我没看到，我看到了，他突然失衡的那一秒就看到了，耐力属性，耶，哒哒哒哒哒，又过了一轮，没有金火的还好哎、欸，是哦，嗯，防御大，冰属性防御大，我也再死一次。想怎样？好哟，预言十四吧。哎、欸，你们什么意思？保育而已。哎、欸，你这是什么意思？高兴。你可以关吗？还在播吗？他不高兴了，他听到我叮很不高兴。是。我也非常气愤，上来把所有的草都砍光了。很气哦，体力回复。我中毒了。可以啊。三位线。听觉吧。你们三个是怎样？哎、欸，中毒好伙伴。是。
我守护这个古种不给挖。我操嘞！我才挖到第二个，可以挖完第三个被打断。啊？啊？为什么给刚刚的宝玉换钱了？哎呦，哎，铁币二哎。哎呦，是有、哦哎，不错啊。很棒，幻兽衍生精灵加护，雷属性防御大，体力回复速度小，高周波，周波探险队伍，麒麟都好像可以做、哦，雷属性防御大，精灵加护，哎，麒麟，麒麟。受委托的品相可以叫做我懂哎、欸，我去打驯龙，去采草了。我去打那个永远的梦啊，我还没打。哦，还在做梦啊？对，还在做梦啊，还在梦到一次可以拿五张啊。好，你要梦二还梦三啊？我在梦三啊。哦，我的梦三是干嘛分流哦？四不气分流，而且不是分流一啊，不然就变梦一了。梦一、嗯，你都哪原来是这种人哦？是梦哦。哎，我那一把怎么接？我在这里。是有共同怕的吗？没有，一个雷怕雷，一个怕水。该不会是昨天我们被打到迷迷毛毛的那个吧？对，我跟你打的那个。看，那真的是要哭出来了。两个的火都恶心啊！所以你要用火打吗？最好的是武术。直接拿通弹打。那我要用雷。我。你要用雷，那我带水好了。是啊，雷的那一只比较王八、啊，水的那一只看起来就是该死的样子。可以，他面露死相啊，你知道吗？他的确是有一点像。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要带，我还要带些什么？全人蛋。